而家我身后面咧就系最新推出嘅礼堂如意厅啦。由于我哋鼓励预先规划，越早买优惠越多，所以呢个礼堂咧亦都吸引咗好多好多嘅买家噶。我就介绍俾大家睇下啦。由于我哋呢个面板咧系采用一个玉器嘅设计，睇落系非常慈祥，而且有一啲带有古典嘅气质噶。而家喺另一个礼堂，就喺32号礼堂啦。而如意厅嘅礼堂咧，全部都系用玉石去设计一个面板噶，而且我哋仲有买龛位送祖先牌位嘅优惠，所以吸引到好多买家噶。而如意厅30号礼堂咧，亦都系采取咗珠宝嘅设计概念去设计面板噶。由于系买龛位送祖先牌位啦，所以反应系非常咁热烈噶。如果大家有兴趣想了解多啲咧，揾我拎了解一下啦。由于我哋如意厅系买龛位送祖先牌位呢个优惠咧，亦都即将会完结噶啦，所以大家趁住呢个机会，如果想了解多啲咧，快啲揾阿拎约一个时间去了解啦。